儿子乖啊，咱们等一会儿化验结果就出来了啊，爸爸陪着啊。哎妈，小婉呢？赵主任没看见啊？不好意思啊，把孩子也压着了啊？孩子？讨厌！呀，哥，你这孩子多大了？六个月。六个月，这孩子，哦，吓着了是不是？看，三个半月，看咱这孩子。怎么了，孩子？饿了是不是？爸爸喂奶，爸爸喂奶喝。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乖啊！哎呀呀，儿子饿了是吧？来，爸给粥喝。太干，兑点水。这也不烫啊！砰！哎，别喝了，给爸留点来。哎，哎呦，儿子，哎呦，看这嘴脏的，爸给你擦擦啊。来，儿子，咱也擦擦。哎呀，怎么了，儿子？哎呀，爸看看，哎。是吧？哎呦，爸给你换啊！哎呀，这孩子，哎呀，这呀，尿的比你爸都多。哎呀，完了，儿子，你妈就给你带一个。熊爸。哎呀！好。啊，什么人呢？素质！不好意思，老哥啊，来给你擦擦。哎，啊，别动手动脚的，一身尿。这人好心好意给你擦，擦急了。哎，儿子，咱看你妈给你带啥了啊？哟，哎呦，儿子，你妈给你带的是进口的苹果啊，咱尝尝甜不甜啊？哎，我儿子还笑了，哎呀，儿子，看看你乐的，儿子，说谁呢？说我儿子呢，哎呀，儿子，看乐了，哎，儿子，咱接着吃啊，甭理。那个儿子，看妈给你带啥了？本地大葱。我是王小佳父亲王佳。啊，你儿子营养搭配不均衡啊，你以后要多注意了啊。志大明。啊，这呢，我是志大明的儿子，不是，他爸。啊。你儿子挺健康的是吧？但是比同龄孩子大了一倍。哦，没事，他俩那孩子啥爹养啥儿子。哎，大夫啊，那我这孩子为啥呀？你学学人家呀。啊，学人家我也不知道他为啥呀。哎，小品很有意思，还有人物的对比啊，很鲜明。嗯，就可能今天我们的这个，唯一的一位女组员戏份有点少，但是两位戏份已经做足了。听听三位评委老师的点评。嗯，我觉得主题很鲜明，很明确啊，上来就明确了这个农村的这个农村的这个养孩子的和这个城市城里的啊精细的养孩子这个对比，
啊，就是的确我也有这个预感，这个感觉。后来我他们俩演了很久，好感觉演了好久，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还有一位组员啊，女组员怎么老不上来？是一直在等啊，可以稍微再早一点进来，就挺好的。嗯，我也是差不多同样的意见，就是因为是三个组员嘛，嗯，一起来搭配表演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杨慧文相对来说戏少了一点。